如果你爱玩大型电玩，一定有玩过 Capcom 的不朽名作《地狱神龙》，在当年它可是游戏界的超夯作品哦。现在《地狱神龙》也要以经典合集方式重新推出，我们一起来怀念一下当初的感动吧。讲到日本 Capcom 公司这30年的发展历史中，绝对不能忘了《地狱神龙》系列的存在。这个十几年前在大型电玩上推出的作品，标榜能让四位玩家组队一起挑战龙与地下城的奇幻世界，不但在当时是最夯的作品，就算是现在仍然有不少玩家怀念当时游戏轰动的盛况。而日前 Capcom 也宣布要推出《地狱神龙》合集，把当初两款游戏集结在一起，除了依然可以让四名玩家组队抵抗龙与地下城世界中的怪物，当然也保留了分歧路线与多重结局系统，玩家更可以利用全新自定规则，拥有全然不同的游戏体验。另外，游戏还提供了包含线上统计排名系统、挑战系统等等，也欢迎玩家再次集结，前进地狱神龙的怀旧感动哦。